澳洲男大生 Alex 因为误食老鼠药中毒，一度性命垂危，幸好经过治疗，三号顺利搭乘医疗专机返回澳洲。不过离开台湾之前，父母在和 Alex 同居的台湾女友住处发现空的液态老鼠药瓶，女友这时才坦承她是误喝了加了老鼠药的果汁。不过 Alex 的朋友听了认为不可能。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他绝对不会自己喝。他是那种很健康的男生，如果他知道里面有毒的话，他不会去喝的。四号女友被传唤到案，说明因为他知情不报，一直等到空瓶被找到才愿意说出真相。女友到案后辩称，因为丈夫最近过世，才会在果汁里加入老鼠药，想要自己服用，但是却被 Alex 误喝。他怕事态扩大，不敢说出实情。专案小组深入调查比对，发现他在台湾根本没有婚姻记录。根据了解，24岁的 Alex 2022年来台之后，透过友人介绍认识同样在北市补习班兼课的女子。最后一次是4月3号的时候，她跟我说她不太舒服，但是这个女生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存在。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认识不是很久。北检认为女友对于案情交代不清，限制她出境出海。检警接下来要追查整起中毒案有没有蓄意的可能，认为其他的朋友也不会进来，因此在这个状况下就不会有要让别人误食这样的可能，自己去取用的，在这个状况下就有可能使得他人来误食，又有一个过失行为存在。女友供词频频导向是 Alex 误喝，但现在又传出女方是因为不希望 Alex 离台才会下药，背后真相为何，真正原因还有待检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继续让多网中心不到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